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祝大家诸事顺利，猪年行大运，新年吉祥又如意。下载四季线上影视 APP， 走到哪就看到哪，超方便的啦！快下载！阿兰，你是这个世界上哦，上乖卡、上古锥的囡仔。妈，阿姊嘛讲，我都听着啊。你哦，就是这么得人疼，这么体贴。你从来袂甲人争，袂甲人吵。甲五妹迄种三奶的个性哦，完全无共款。妈煞因为安尼，今日袂哩关心你，问你一句：阿兰，你今日过得甘好？妈，其实你对我的心意，我拢知影。不管你和我甲五妹是土，也是黄金，我拢知影。这就是你爱我的表达。你放心，我知影，你一直拢足疼惜我。啊，妈，迄个时阵哦，我就要甲你生落来，真正是我一切的伴。阿爸遐尼爱你，是安怎你讲是伴？一个妈迄个年代哦，我要结婚的时阵已经算老啊呢，唔是用一切咧搬，啊是啥？安尼算起来，妈，安尼你搬呀呢？有一个对你这么好的翁婿。妈，我知影，爸离开了后。你的生活里一定都不是说很好过，要不过现在有阿姐啊，她跟爸同样对你都是真心的，啊，是怎样你都没接受啊？哦，啊，你的意思是那菜车里面卖水果阿伯对我真好，我也要给他哦？哎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啦，我承认啦，我是有淡薄仔私心啦。什么私心？有爸，伊对我真好，我嘛足介意伊的。也毋过在我的心肝内，我是希望有一个人会当做我真正的爸爸，好我会当叫伊一声。原来我是你的亲生爸爸，爸爸爹家。要唔讲唔管怎，啥拢袂当改变，爸在我心肝内地位。这是我跟爸的相片，这跟爸对我的好，偷偷拢想一遍，安尼就感觉爸唔捌离开过。阿兰，那是有一天你知影。龙仔不是你的亲生爸爸，你敢会怪骂？爸，我真正足想足想爸的，你敢有想伊？
啦，你们赶快啦。我告诉你们的人，我来我继续了，做了上公的代志，就是爱拼命把我的查某囝生落来，煞害去嫁予这伊无爱的人。啊，你莫这么激动啦！就算真正是安尼，代志嘛已经过遐尼久啊，过就予伊过啦吼。你也是拄只嘛讲，伊是用伊的人生啊，靠青春去搏，结果嘞，伊所搏到的是不幸的顶半世啦，都是我唔对，我都是我唔对，都是我唔对。好啊，兄弟阿兄，你莫安尼啦，那是要讲唔对。嘛是阮家唔对啊，拢是因为阮家伤过善食。你当初吼，你才为着阮娘家去走船，结果唔才会发生意外。大爷，我唔是这意思啊。我知影，我只是希望你莫去自责啊。你当初吼，阮根本唔知影你还佫活的，啊嘛唔知影你失去记忆。所以当阮良才之父哦，讲伊愿意照顾阿姊的时阵，我甲秀官拢足感动的呢。啊，不过良才之父伊本来有机会通啊甲阿姊两个人牵手一世人的，拢是因为伊家己伤过爱食醋，结果唔知会变作安尼。你甲阿姊哦。两个人无法度做伙，迄是天公伯啊创的。啊，不过良才之父伊甲阿姊无法度做伙，迄是伊家己拆散家己甲阿姊的姻缘呐。伊伫结婚之前，明明已经知影阿姊心肝内还佫爱着你，啊，结果结婚了，煞用这来逼阿姊，佫替我甲秀官出气。你嘛知影，咱枕头遐尼细，大家食饱就是讲闲话。你当初，我因为有人讲阿兰不是良才之父亲生的，我去跟人冤家相拍。结果嘞，结果回来良才之父竟然是拍我。那是要出去操船，这代志拢袂发生啊！恁大家拢无唔对，对的人是我。小人之父，卖阁安尼讲啊！我无怪你，阿姊伊嘛无怪你，敢知影？这几年哦。伊的心肝内其实足苦的，啊，不过伊的嘴从来唔捌化过苦。你敢知为啥？是因为伊的心肝内还佫对你爱。你若是看到阿兰，就袂苏珊就看到你同款。因为阿兰是你的查某囝，伊的身躯有你的血，阿兰。代表恁两个人爱，嘛是因为这个爱，阿姊才有力量活到今仔日啊！大爷，我拜托你甲我讲好不？我一世人，阁会当替行李做啥物？我袂用啥行李啊？行人阿兄，大爷。
真的是去倒位啊？奈可即摆我袂回来，连一通电话嘛无。妈，来吃水果。多谢你啊。啊，不过即摆食袂落，顶摆我到即摆我袂回来，有些就烦恼。安尼，医生有要打电话给伊啊？来啊，莫烦恼啦，来，吃一块水果。林爸爸一直无介意我三不五时就打电话给伊，即摆已经回来啊，我嘛希望我家己有改变，所以我无希望我阁打一通电话，煞给伊来误会，我阁想要掌握伊的行踪。妈，你安尼改变是真好，我相信爸应该最近就会感受到。这个是安怎？你看起来敢若无甚欢喜，安尼摇头革命。妈，我真好啦，你免烦恼。你莫骗我，妈妈看会出来。你是不是还阁为着迄件代志在艰苦？拢是妈妈不好，让你一个人爱这样痛苦去面对你家己的人生。妈，你愿意把我生下来，我就真感动啊。不过一世人，我会遇到什么款的代志，那是我的命运，不是你的错哦。志凯。你真正是妈妈真友好，佮大心的好事。这我孙如今一世人的福气。不过妈妈嘛想要甲你讲，你一定爱记，不管 DNA 报告结果是甚物，你拢是我孙如今的好心，你拢是我一世人的好事。任何人拢无迄个权利，让我来看见你，我看你家己知影无？嗯。你要是不欢喜，也是不快乐，妈妈想过来嘛不好过。因为咱是母子，母子连心你怎样？丁爸爸给你说你，所以就是你志凯，伊就是你家子孙。你千万唔通以为你唔是恁爸爸的亲生后生，伊都来甲伊结婚。你自细汉到大汉，伊拢是甲你疼得笑喵喵，一世人的温情你千万唔通放袂记。嗯，我知影爸真疼惜我，妈，我还要友好你甲爸的，放心啦。我会记得你出事无偌久的时阵。恁爸爸又替你去算命，伊个算命先生讲你是皇帝命，然后恁爸爸伊就甲伊后面叫做志凯，伊就希望你会当为着这个家族开创一个新的局面，有一个新的未来。所以千万唔通为这件代志来失志，知影无？嗯。爸，你回来了。是啊，你回来了。你想怎？你面色怎这么歹看？啊，爸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
一定是有发生什么代志，要那无恁爸爸袂安尼。妈，你个莫叫爸爸关心一下，问看卖是发生什么代志。啊，不过我惊，我若是搁甲伊问，伊会感觉心肝了压力。廖春讲，我又搁要干猜什么？你敢要替妈妈想看卖，看要怎做才好嘞？我总算是了解，是安怎我头一次看到玉台。我就感觉特别亲切，对于有一款特别感情的。妈，阿兰，你是？海生，咱是不是以前捌见？我才当想要问你，咱是毋是较早真正捌见过面？你看起来面色面色，而且我有一个足奇怪的感觉，袂输敢若咱已经是在足久的。我今嘛到底要安怎做，才会当弥补心比较苦用的？心安，这几天特别为咱准备的水果，你要吃一块无？好啊，我先放一下，好啊。你若是有什么心事，你应该我讲不要紧。他说你若是无想要讲嘛，不要紧啊。啊，无我当边啊。点点陪伴你就好啊。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敢唔甲我讲？今仔我就烦恼呢。你看我，你看我，你免惊讲，你讲出来我无法度承受。经过遐尼啊济代志，已经无什么代志通我担救我。我唔知要怎讲，讲什么都无要紧啊，就算讲干那一两句嘛会用的。看你一个人安尼吞忍，这么痛苦，我心肝感觉足疼的。阿哥，我叫我就是讲出来，咱原本已经平静的日子，会拢趴落去。就算是安尼，又该安怎呢？咱当作回来面对啊！管你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我一定拢会陪在你身躯边。所以，你敢面对你身躯边的代志，讲给我知影。
我知影迄款生活内草有秘密伫过生活，遐日子是偌尔痛苦，偌尔无好过。我拜托你，让我跟你做伙承担，好不？我靠，杜家在怎样？你知影这件代志是谁讲的？代志是安尼，原来我甲欣美有生一个查某囝，结果欣美为着这个查某囝，伊嫁予良才。你敢知影？当初是咱两个人提妈来西亚，过着这么幸福的日子的时阵，韩国欣美跟我迄个查某囝有啦，伫台湾在吃我一苦。所以是跟你讲的是吗？伊自头到尾拢无拍算要甲我讲这个代志，因为伊惊伊会破坏咱的婚姻。伊要个性就是安尼，啥物代志拢替人想。伊唔呐，无想要伤害着我，嘛无想要伤害着你。情愿这个愿意回来这个厝的，让这个家国恢复过去平静。刚讲要因为若兰这件代志，把这所有一切都破坏去，我到底是应该安怎做，才会当让情愿继续留在我身躯边，别再让人来伤害这个家庭呢？我唔能伤害你，我嘛伤害欣美。我这个人根本就无值得恁对我这么好，我更加无许资格会当做有来的爸爸。不是，你不是安尼，你拢会当接受解开。会当包容伊，会当把伊当作是亲生后生，继续伫疼惜。这个表示讲你是一个真好的爸爸。可是若兰若知影你是个亲生爸爸，一定感觉真欢喜。敢真正安尼？既然伊会当接受解开，那呢，我咪当接受若兰来做你家查某囝。只有安尼，心安伊才会留落来，这个家嘛才袂散。都亲像我拄仔所讲的，咱会当做伙来面对，咱会当做伙来弥补因母仔囝，安尼好不好？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你的亏欠就是我的亏欠。所以我想，阿伯明仔载我就来去找欣美，该讲人拢已经知影，
你就是洛兰爸爸，我嘛真愿意诚心诚意来接受洛兰做你家查某囝，让伊来心酸恁爸仔囝的亲情，安尼好不好？当然唔好啊，我一定要你做。我唔能袂当为咱心比，我更加袂当为咱你。这是我家己做出来的代志，我袂用让恁两个查某人去替我解决。心恩，这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代志啊，这是咱三个人的代志。当我真了解心比的个性，假使我若是不同意，伊是绝对无可能。好，你跟洛兰两个人相恋，而且你讲也无唔对，伊唔系替你想，伊嘛考虑着我，所以就好我来去甲伊讲这件代志，才上较适合的。阿哥，你就好我到三江，好不好？你哪做回来？佳姐，啥物介做回来啊？拄只无找你，伫门口拄着的。廖总经理甲孙经理去检验所提报告，应该就要到。那不是为着阮阿姊啊，甲姊开啊？有一挂人哦，我根本就无想要看到伊。孙总啊，安尼讲无公平哦。道理心情不好的应该是不得做啊。无啊，你即嘛是甲我考试一下？无，我是恭喜你啊！以后就唔免夹伫咧两个查某人中，安尼心思、心力、个心时间。你下礼拜。啊！你无看到甘木吉在遐，你等阵伊。我无代志啊，你免烦恼。无代志是你家讲的。志凯，你乃无爱和你妈在厝休困，你嘛知影身体无好，但受了刺激吼，举起来昏倒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我甲高肯有坚持要来啊。主管，这件代志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一定要过来。下礼拜，看起来大家拢真准时，嘛摕到报告啊，那呢，已经开始啊。志凯，你若是无想要面对，我会当，无要紧啊，我啥物事无法度面对啊。这份报告是检验所出来了后，一直伫我手顶，我无看过，也无当过。今嘛，下面来揭晓真相。过来，阿姐，你跟我落心修啊？不管安怎，我总是要去面对，要去心修。只是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先甲大家拜托一下。不管这份报告的结果到底是啥物，我拢希望恁大家卖去甲陈燕讲有杨丁的这件代志。我无想要让伊知影，伊上好兄弟对我做过啥物。阿姐，啊，不过我是感觉应该要让姐夫知影的。如果
董事长若想要安怎就安怎，咱就尊重伊的决定。好啦。明明就知影这份报告是假的，小庄我是这么紧张。孙如金，搬戏就要搬好，那是予人看破下手，一切就搁要定来啊。阿姐，今麦我替你开。唔免啦，我家己来。志凯，失礼。阿姊，结果到底是安怎？你唔紧讲，大佬足紧张的呢。结果是双方并无血缘关系。哈？这哪有可能啊？妈明明就有讲过，侮辱伊的人是何良哉，而且佫遐尔肯定。果然啊，我就想讲。那有这么多好的事情，怎么这样啦？啊，你明明就说你去杨家的时候看到何良哉雄雄公公走出去，阿姊还在房间里面哭啊。我在想是不是都为母不着去，何良哉跟高母家因是相生的兄弟， DNA 应该同样啊。志凯真正甲志哥无关系，安尼证明我无看唔着人。好，事实都放伫眼前，大家都莫误会志哥。阿姐，你讲个清楚，代志到底是安怎？你明明甲我讲是何良哉做呀，哈？咱拢知影是安尼啊，咱即摆验出来。跟何良哉无关的，嘛不是政府的，那志凯，无可能是为石头来才走出来嘛。爸，志凯，阮爸有其他意思，伊是关心你。我知，我知。如果真正足不晓讲话哩，志凯，你若顾及你关心，唔免听伊话吼。志凯，歹势，歹势。我是惊到啊，讲话讲较紧，你莫见怪哈。我见啊，我知。来，孙如金，先做检验报告员呢，你敢袂感觉真恐怖？迄天我明明就看到何良哉，我家己嘛感觉足意外啊，想袂到我这世人上界万分的人，竟然毋是何良哉。我嘛感觉足奇怪，阿姐，迄件代志，如果想较清楚的，这代志足重要，袂当摸唔着的。我想看卖，我会记迄一天，拄好停电，我无想要让欣美啊，佮新安因两个人相认，所以我就想办法走去杨家，想要找。是不是有因两个人会当斗阵翕相相片？想袂到我才拄入去无偌久，我就听到脚步声入来。了后我一惊着，我就紧甲锁链互关掉，紧找一个所在避起来。刷来无偌久，我就听到伊伫咧敲物件声音。我想讲，我就想要趁这个机会赶紧甲冲出去。结果出去有迄人发现，然后我就叫伊，我就叫伊。好，没关系。老姐妈安尼讲，内底暗搜搜，是要安怎确定，迄个人就是何良哉？伫迄间厝的查甫人，
我只有伊，啊无啊，佫有谁啊？敢有可能是贼仔来偷摕物件？无可能，迄天我并无看到贼仔。啊，不过迄个时阵这么暗嘛，你敢确定除了阮阿兄到孙如金，就无别人啊？啊，对了，廖总啊，啊，自头到尾你拢伫遐哦？唔是。哦，安尼就表示你敢若看到一部分，我安尼讲对无？嗯。而且检验结果甲何良师无关系。唯一的可能，敢袂是何良才看到有人欺负阮妈，惊到走出去。那真正是安尼，伊见识不够，嘛是一个笨手。那真正是安尼哦，迄个时阵我阿兄无到三工，真正是唔对啦。啊，不过讲起来，那是我。看到有痴魂人在我厝内底恩爱，我搁啉烧酒醉，我咪怀疑家己咸着所在哦。对，恁讲的伤过离谱啦！卡算若毋是何良才，伊现在要逃亡啦。因为大家拢认为伊做唔着代志，伊解释就无路用啊，干来搭逃亡啊。无可能，我是唔相信。我嘛唔相信啊！我怎么安尼想想的？我嘛无确定到底是唔是何良才。我可能只是我家己认为是何良才啊！我妈，别激动啊！你个运气，我是要安怎甲爸解释？啊，是阿妈，即马赵胜讲凶手唔是何良才，当然怀疑是唔是何良才这件代志，妈妈会和爸知影较好。啊，不过我是感觉奇怪的。好阿爸，莫阁问啊。阿哥即摆心内一定足惊吓的。我问遮尔侪年的人，一定毋是凶手，对阿哥的打击一定足大的。是啦，惠丽即摆报告嘛已经出来啊，叫恁大家拢无要相信这报告，那恁想做当初是要阁去验的？无啦，阿姊，我唔是唔相信啦，只是甲我以前知影事实差伤多啊。好啦，规日唔管迄个人是啥，即摆代志已经过到明仔载了，我嘛无想要搁再追究。我甲我甲志凯讲的话，搁伫遮甲恁大家讲一解。志凯是我孙如金的后生。你是我一个人好心，虽然新恩和伊对伊的生细弟，迄就表示讲新恩已经接受伊就是伊的好心啊。所以志凯的亲生爸爸到底是谁，就到这为止。我唔准恁大家搁再追究，晓得无？顶下你做，就是超工要跟我孙如金作对。林阿姊根本就是在保护何良才，应该是不会啦。哪有找人在保护伤害伊的人啊？念过检验报告，真正让人感觉伤过意外。是啊，我无得接受啊。阿姆阿姊就无理由在保护何良才啊。唯一的理由，就是想要保护志凯。安怎讲啊？卡叔讲，唔知影志凯亲生爸爸是啥，那安尼伊就有法度继续做你心爱的后生。安尼讲嘛是有可能嘛？那是讲志凯的爸爸真正是何良才，那安尼就麻烦啊，因为你的阿姊从来都唔肯在你心爱面头前承认伊所受的侮辱。除了伊爱你心恩，还佫伊爱明珠。最重要的是，因两个是好朋友。
在检验报告出来之前，你阿姊毛甲咱拜托，在你先生面头前，唔通提起这个代志。是啦，啊，不过即马检验报告出来，结果就是安尼，咱嘛无得去讲啥。检验报告是一个结果，但是过程。你的意思是讲，阿姊甲甘文嘅交接，应该无可能啊！阿姊看到迄甘文嘅，惊啊拢会颤呢。淑清，你唔通怪我安尼对你的查某囝，伊为了爱情已经是愈来愈糊涂啊！我是唔愿意看到伊甲你行同路，才想讲要甲伊教死一个，希望伊能两早清醒。海姐，哪会行到今仔日这步？我抓准伊会照顾我一世人，我嘛会把伊当作是上亲的长辈来友好。今麦说，海姐，你过来找我做啥？我拄只收到律师的通知，卢冠廷进行向法院提出高离婚的要求。真无路用，到即摆开头较想的，也是孙如冠，也是你用欺骗的手段得到的婚姻。海姐。你敢有需要你跟我讲话？无，你希望我安怎？开会时阵，你把所有代志拢撒给我担，敢讲你去冤嘛？我继续维护你，继续照顾你啊！我唔是超工诶，我嘛需要一只西路。想叫你要出卖我？若无我敢有需要，安尼无说你个。他报出来，怎样讲讲出来？好啊啦，代志已经发生啊，我不想要踮在这吼，甲你继续安尼互相咧接弊啦。我只是替恁爸母感觉真唔值，生到你这个查某囝吼，为着爱情，竟然啊连家己爸母向害死的冤仇，完全拢甲放袂记。海姐。我无放袂记，啊！不过我的爸爸妈妈，敢真正是去有人害死的？因甲孙留下，到底有啥物渊源？你从来拢唔捌甲我讲过。我一直想，我感觉真怀疑，无底卡。无底卡啥物啊？我的确是我在讲白话，你即马是怀疑，可能连你的身世拢是我编的。无定就是安尼啊，就是因为足侪无底卡的，我唔才需要问你。海姐，我可唔当拜托你，你甲我讲真相到底是啥好无？就算我即马甲你讲，你敢真实会相信？为着咱即马吼，已经无法度互相信任啊！你过来问我过去代志是要从啥？海姐，
我真正不知道会当问谁啊。自细汉到大汉，我伫甲你当作是我上尊重的师大，就参像我的爸爸同款。你是不是当带念过去的情分，搁甲我斗相共一遍？就参像之前啊，你看，伊是这么骄傲的人，伊嘛是会带念过去的情分，无对咱提过，只是叫咱家己幸福很大尔。迄是因为因心虚，因拢知影孙六合是虾米款的人。孙六合从来都无把我当作是客气人，伊只是把我当作一只伊身躯边听话的狗。海姐，我知道你对我真失望，啊，不过我今麦真正无路通行啊。自从提报走给孙六合的代志曝光了后，我已经无边去面对大家，尤其是如果一直把我当作是，还是因爸爸的冤仇人，伊唔去原谅我，甚至要跟我离婚。离婚就离婚啊，你是在惊啥？或者你从来无得到孙如官啊？就算我从来都唔捌得到如官，啊，不过我也袂当在不明不白的离开啊！我至少爱知影阮爸爸，啊，跟阮妈妈跟孙六海的恩怨，爱到我才会当死心，当去英国重新开始。哦，你若想要知影。我跟你讲，这是你妈妈的相片。这个人就是我妈妈。恁两个人，会用讲是一模一样，所以我才一个看到你。都想要把你当作是查某囡来疼惜。海姐，你跟阮妈什么关系？你是安怎把相片拢扎伫个身上？我跟你妈妈是早期移民去马来西亚的华人第二代，自细汉就是厝边做伙大汉，会用讲是青梅竹马。自细汉做伙大汉。难道你跟我妈的感情一定很好？当然啊。海姐，你是不是介意我妈妈？我跟你妈妈的感情吼，就亲像兄妹同款。伊叫我阿兄，我嘛把伊当作是小妹。啊，然后嘞？后来，伊学校毕业了后，就去顺时跑一工作，熟悉顺六合。阮妈，我伫个顺家做头路，奶奶是伫遐熟悉阮爸的。啊，阮爸是毋是甲顺六合合作做生意？其实哦。跟你讲这多嘛无效啦，你敢真是有在注重？你想法是想不清楚啦，但你确定要放弃孙如官的时阵，才过来找我。你若无吼，所有答案拢无意义。哎，阿姐，你慢走，你跟我讲要安怎做好无？如官用法医。提出离婚的理由是因为跟我个性不合，我相信法官不可能因为这个理由就判离婚啊。所以这个官司我不一定会输，所以我真有可能，啊，还是孙太太叫我坚持卖走，我永远拢是孙家的女主人，对不？你若到这摆还在孝顺我，查某人真是袂当谈恋爱，谈恋爱都变成戆人啊啦！你同款，你妈妈同款，恁两个拢同款。恁是这世界上最戆的查某，无有通医的。阿姐，什么意思？你现在在讲阮妈？讲阮妈是一个戆查某，什么意思啊？阿姐，
你还阁听无信？也毋知你妈妈是去爱着相信？玉华，你还是莫知影真相。也若无，你一定会无法度活落去。我不管，至少伫遐法院，还袂正式判离婚之前，我阁是孙太太。对，我阁是孙太太。凭什么我袂当返去孙家大？凭什么？我去送药啊，给吴医生病房那个王伯伯啊。啊？啊，是安怎啦？你头拄不是已经送过啊？我拄才有送过啊。啊，歹势啦，啊，最近哦，头壳唔知安怎安尼糊里糊涂，可能是我压力受过大。啊，对啦。阿昨敢那有代志要找你哦？哦，无我即马过去，阿叔再拜托你。DNA 的代志，毋是拢解决啦，搁找我要从啥？新恩今知影，若兰就是个亲生查某囝。什么？伊哪会知影？谁甲伊讲的？我比你更加无想要让别人发现这秘密。即马是谁讲已经无重要，上加重要的是，陈燕已经知影，而且伊嘛感觉伊对尤金美有亏欠。哇，咱毋是拢计划好啊，哪会出这款意外啦？我本来想讲这秘密会对我一世人。无可能被人发现啦！你要我替你做，我已经替你做到够啊。啊，不过这件代志赶快嘛是发生，讲起来是天公伯阿爹创的嘛。这个心事，起码会当乌麻算起咪算离婚。安尼，李新恩呢？你打算要安怎做？起码唔是伊打算要安怎做。是我决定要哪做。你伫董事会，甲我的代志，还佮自己开的心事，拢也讲出来。伊即马感觉对我真亏欠，所以愿意留伫我身边。既然安尼，我当然嘛无希望伊佮再离开我。所以为着要完成伊的心愿，我要来去找尤行李，佮伊参详，佮落来再来阮家住。无可能。若兰是我的查某囝，无可能让林国兰给带走了。若兰伊愿意做谁的查某囝，这敢不是你会当决定的？都参详志凯，就算讲你无用假钱情报告来欺骗伊，伊这么晚婚礼，伊嘛无可能愿意做伊爸爸。是安怎？我的囡仔，我所有一切，你先跟我想好走，到底为什么啊？因为若是无陈恩，就无洛兰啊！你凭什么安尼讲啊？洛兰出事的时阵，就是我陪伫伊身躯边。伊若是要困，我就陪伊困；若是巴肚枵，我就替伊泡牛奶；伊若是半暝清醒，我就爱爬起来，陪伫伊身躯边，甲伊讲：唔免惊，爸爸伫遮。一直甲抱。一直甲抱，抱到伊阁睏去为止。谁人讲伊是毋是我亲生的？若兰是我上宝贝查某囝啊！不管你安怎讲，若兰就是陈恩的亲生查某囝，这是永远拢无法度改变的事实。我之前就讲过啊，伊替我强养后生，我替伊照顾查某囝，咱无相欠啊。我袂去求志凯。等来我身躯边，同款，你嘛袂当甲落来，我要身躯边来带我走。我是想要提醒，不管你是要林志凯，还是林若兰，
那我继续用江文杰这个身份，你就无迄个罪。除非你家己愿意承认，你就是何良才。孙静，你现在是唯一会能替我把洛兰留在我身躯边的人，算我给你拜托，再跟我斗相共一届，好不好？你要我跟你斗相共，那恁想怎为问你家己？你哪会用你亲戚的名号别人知影呢？我今天约你来这，只想要跟你提醒，先跟你拍一声招呼，让你有心理准备。我要去找伊了。明姐，会当让洛兰知影，伊咪是何良才查某囝，绝对明姐。我一定要替新恩来做这件代志，我才发托给伊老弟我的身躯。之前你爱我替你做的，我已经替你做到够了。啊，若是洛兰这件代志，我真正无法度跟伊斗相共。搁再讲，这件代志嘛，毋是讲你想要安怎就会当安怎，你想要阻止就会当阻止。洛兰是我的，是我查某囝，你甲带走，是为着你的家庭。你的花啊，让咱快快乐乐。啊，不过你的快乐是我真大的痛苦啊！啊，袂当家己留的，留在我身躯边。真简单，不管你有甚么款的想法，只要你会当说服洛兰，会肯留在你身躯边，那你无得卡里还够淡薄机会。我根本就袂当加入咱小林，我干那会当伊阿姐的身份陪伫咧身躯边？阿姆哥即马需要一个爸爸，毋是阿姐，我到底是咧创啥啦？我哪会活到这无路用？连本命都毋敢互人知影，我到底咧创啥？到底是为虾米？为虾米？是为你心眼？我再活到安尼，我全变安尼。白英姐，我爱认真，我爱想办法，甲洛兰留伫我身躯边。我爱认真，你来。你找我？洛兰，你最近是不是自己去外口兼差啊？无啊，啊你哪安尼问啊？你自己看，这相片内底赵英阳是不是你啊？你着爱老实讲嘞，主任已经伫问我，我连麦阁会甲伊回报。洛兰，你若真正欠钱？你就直接讲，我大米班就拢摆好你。你安尼几个月就真侪钱啊！你好好一个查某囡仔，何必安尼糟蹋自己嘞？我唔知影，我唔知影。啊，你哪会唔知？相片是不是你？你哪会唔知嘞？是。啊，你真正早去酒店上班哦？啊，唔是。是不是你们老公好清楚？我跟你讲啦，这件代志会影响到咱病院的名声哦，你着爱讲好清楚嘞。我病院那边也是会派人去调查的哦。啊，到底是不是啦？Ah!
我处理好，我处理好。喂，如今啊，我到北京啊，过来喏，我在归置你。过来，是我。是嘞，我拄则无看清楚，是嘞。不要紧啦，你莫紧张。大姐讲是安怎样？还是讲你心情无好？那安尼阿姐出来行行好无？好，来，先起来。想要到这边啊做新花，搁真特别。若是咱替五妹加做一挂业绩，一定嘛足欢喜的。五妹现在在美国，她敢没关系？这个孩子很坚强，应该没问题啦。有一阵子没来啊，想不到我还会来这间裁缝店，还来见一个游行美。甜蜜，你是不是不欢迎我？不是啊，我是想不到讲李太太，你过来这找我，不知道有什么代志。假使你若无想要叫李太太。不要紧啊，我随便叫。我无这意思，我当了解。假使生的若是娶白十个人，我都要叫迄个人李太太。我想过来嘛，一定感觉足酸足苦的。这是你家亲手做呀？啊，对啊，这哦是用我五妹开发新产品做的。啊，你讲是用福特出错哇？对啊。想袂到用这袜啊熬出花，看起来阁真水，阁真特别嘞。这是我五妹教我的啦。我是怎么没来啊？我看你店的内底陈设，跟过去敢那有淡薄不同款呢。今麦唔那是咧卖衫，还佫有替阮大汉后生清洁公司做办公室啦。啊，你是讲业务家辉？啊，对。之前因为我私人的代志，所以对迄个吴先生有淡薄无礼貌。我直接给你回去嘞。啊，你想过客气啊啦，这拢是过去的代志。啊，李太太，请坐啦，我去停地给你。啊，行。来，请您坐。我头一次来恁店的，都是为着要甲你摕你修改好的衫。想袂到目睭一年，二十几年都已经过去了。李太太，你今日来找我，是有啥物代志？敢是因为李先生？我咧想想的，我头一次来找你，敢若拢是因为伊呢？人所讲的话题，
都无法度离开林可欣，还是你先呢？我是无了解你太太你家来的用意，啊，不过我用个保证，我绝对袂阁单独甲你先生见面啊。锦美，你莫误会啦。其实我今仔来是想要甲你解释。照你讲，当年邢恩卡苏若是无离开你去出海，我离开即马阁留伫你身躯边，伊也是你的。啊，毋过都是因为伊跋落海失去记忆，伊毋才来实悉我。阮两个人毋才有许个缘分，当我做翁仔某。这一切拢是命运创的，我无想要阁提起啊。不过我真是想要跟你解释清楚，这二十几年来是怎样，我一直要提防你，甚至还对你做出这么多无理性的事情，都曾经我之前跟你说过，生恩是你的错乱，所以弟弟无法度跟你放过去，你两人之间真美好的记忆。不过对我来说不是同样，怎么能同样？恁翁仔某有二十几年的感情，我甲李先生就干那短短几个月尔。啊，不过你嘛有讲过啊，是讲不管感情放偌深，都无法度用时间来做比较的。爱着就是爱着啊，袂用讲谁想爱较侪，谁爱较少，这一点意义都无。搁再讲，咱两个人嘛确实为着生恩在痛苦，敢不是嘞？而且我嘛真感谢你，感谢你一天在游乐园，你愿意听我讲，愿意把我的话听入去，甚至愿意为着要成全我的家庭，选择放下，啊，毋则让生恩有这个机会，搁继续留在我身躯边。伊愿意继续留伫你身躯边，就表示讲伊对你也是有爱、有感情啊。翁仔某做二十几年啊，没哪有可能无感情嘞。咱拢知影，生恩伊这人是真重承诺的。会记，恁家有一个庙公叫阿苗。有讲过，伊讲，假使人生若亲像一杯茶，毋通看你所失去的一半，一定爱看你所留落的一半。苗高看待人生，总是有伊的道理。无毋对，而且伊阁苛劝我，叫我毋通去计较所失去的一半，一定爱好好看。家己手头还阁有诶幸福，其实还阁剩真侪。所以我咧想想诶，其实我伫讲当初时，生恩伊若是无出海，发生意外，甚至继续留伫你诶身躯边，那一家原本属于你诶幸福，都应该是你诶。李太太，你千万唔通安尼想，你嘛莫感觉对我有亏欠。其实认真讲起来，这一切分分了了，是我较亏欠你。无你看这世界上的人情世事就是安尼啊，有可能谁会亏欠谁，啊，不过无一定有弥补的机会。啊，不过真正就希望会当弥补你。袂用的，因为伊的弥补会造成真侪人的伤害，我一定选择放弃。锦美，我知你真善良，我嘛知你无想要跟我争。讲起来是因为我伤过重感情啊，才一直想要跟我红仔到底情况变。这嘛是因为你伤过爱你红仔啊。
其实我咧想想诶，我向认为讲我家己足坚强诶，啊，不过我即摆才发觉，在感情上，其实你比我搁较坚强。你看你，你会用失去生恩以后，还搁会当继续好好过日子，啊，不过我咧。我可能会惊讲失去红色心，我就会去做出一挂无理智的代志。这是每一个人处理代志方式无同款尔啦。所以我们才讲，在感情上，你比我搁较坚强。特别讲啊，其实我一直无法度去想。假使我心爱的某人，若因为失踪离开我，结果我巴肚内底煞有伊的囡仔，那呢我真正唔知影，刷落来，我要安怎去面对未来的日子？什么意思？若然是心爱真实查某囝对无？唔是。阿兰是我的查某囝，伊是我甲弟弟。你莫阁污蔑啊！其实你的小弟已经甲所有代志拢讲予心燕知影。知影。你莫紧张啦，大爷爷安尼做，应该嘛是唔敢看你一个人排这秘密排到这么痛苦。伊安尼做嘛是为着你甲心燕两个人好。李太太。我真正无希望，因为阿兰搁去为难李先生。我嘛无希望李先生因为阿兰，也对我，甚至讲对我身躯边的人，感觉有任何亏欠。不过伊是你的查某囝，当初时，伊把查某囝留予你，还一个人去面对所有人的言啊话，而且搁伫个同一个时间内底。因为失去记忆，失去我，甚至跟我结婚，那你想起来，我嘛应该我的幸福，其实是因为你的牺牲啊，够痛苦什么？李太太，别再讲啊，这一切拢过去啊。就算讲我搁较那辛苦，搁较那痛苦，我嘛已经走过来啊，而且。我嘛甲阿兰好好长到大汉啊，锦觅，拜托你听我讲，因为我甲晴恩两个人有翁仔某结婚，所以干那会当做一个选择。阿哥其实感觉足自责的，所以我真正希望你会当给伊一个机会，会当弥补伊的亲生查某囝。我无了解你意思。我希望你会当给若兰，还佮新的因爸仔囝相认。我想，若兰若是知影讲伊的亲生爸爸还佮伫咧这世界上，而且佮一个人通好疼相伊，一定会感觉超欢喜的。啊，不过阿兰的出现，会互恁的家庭出现真侪困扰。绝对袂。假使你若是愿意和因两个人相认，其实对我来讲嘛是一个奇迹。这种会当感觉我对你无哈尼啊亏欠。啊，不过李太太，希碧，我拜托你，假使因爸仔囝来当相认，这两三个人，还佮对若兰，都是一件好代志。我心里我到现在可能还没法子把我的红线留给你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把若兰当作是我自己亲生查某囝在疼惜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。
前一阵啊，你妈讲你拢无要出门，甲家己关伫房间内底，是安怎样？我真烦恼呢。人无爽快，是倒位无爽快啊？无啦。啊，你那雄雄甲头针甲阿弟啊？你是不是受气啊？无啦。那恁你现在拢袂讲话啊？你讲，唔知影是我咧做冥梦，还是我阿兄真正来找我？伊甲我讲，伊是烦恼你，爱我好好甲伊照顾。啊，不过今日我来找你，煞感觉伊对我真封闭。我唔知要哪做啦，如来，无论什么代志，你拢会当甲阿姐讲，阿姐一定会保护你，任何代志哦，我会替你处理啊。就算讲要付出家己性命，我是会当的。阿姐，其实。我最近有一种感觉，我不是我，是另外一个人，是一个我不熟悉的人，我真正就乱的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好。我了解了，最近哦，我也是这种感觉。你敢会当讲较清楚的是什么感觉？我不是感恩家，我是好良仔。就是这种感觉啦。可能这就是相生啊。一个人离开另外一个人，就要代替一个我的。这次我回来，我就感觉我不是感恩家，我是代替好良仔的生活。我要完成伊无完成的命运啊！也毋过，我毋是你这种感觉，我是感觉有两个我，啊，迄两个我会安尼互相冲突，我实在感觉足忝的。那会遮严重啊？所以我感觉我毋敢甲任何人讲这件代志。如来，你就把我当作是好良仔同款，任何代志哦，拢唔免隐瞒。你有啥物感受，都要当甲我讲。我嘛亲像恁爸爸同款，你甲伊照顾，甲你保护啊。我即马感觉，迄另外一个我，是一个完全我无熟悉的人，而且伊拢会家己去做一寡足奇怪的代志。你讲的，敢有可能是你的幻想啊？譬如讲，你感觉是安尼，啊，不过代志并无发生。不是幻想，迄代志是真正发生啊！就亲像昨昏发生实际的代志同款。我今仔日一早煞醒过来，我完全拢袂记的。我甚至搁走去上班，后来是阮同事提醒我。讲我昨昏阁有交实际不会去实际，讲我袂做啊。啊，这情形偌久啊？不要紧啦，我想要讲吼，不要紧。我咧想，可能是你压力伤大，啊，无安尼啦，
阿姐带恁看医生，若是要治疗，我嘛会陪你啊。嗯。可是永远拢袂好咧。哪会啦？即马医学哦，遮尼发达，就算讲精神方面的困扰嘛是同款，免烦恼啦。也毋过，敢真正那会好？我就惊我一世人就变安尼啊！特别我若是困去，另外一个我就会走出来，去做一挂奇奇怪怪的代志。假使讲我若是拢莫困，安尼伊就袂走出来。对啊，我拢莫困。非常困，非常困。罗兰，罗兰，非常困。罗兰呐，罗兰，罗兰，罗兰，你干嘛？听阿姐讲。我伫遮，就亲像好龙在伫遮，你免惊，我一定陪在你身躯边，哈。我的身躯边，我也不用再怕了，对吧？有了，你别紧张了。来，来，若是哦，感觉紧张，就吃一挂甜的啊，安尼心情就较好。轻松的，来。好吃不？好吃。以后你若是感觉紧张，就亲像即马，食一挂甜的。心情较好，还是讲水较好啊？无论我人伫咧倒位，我拢会随赶过来，为欢你。我袂阁放弃你家己一个人，袂阁让你孤单，让你惊吓。有人在卖淡薄汽水，你们想爱啉？细汉时阵，拢有爸带我去啉淡薄汽水，那是我一世人上该幸福时阵。来，你家己吃。阿姐不是调羹的啦，歹势啦。我去便所去。好，家己洗你啊。我想要啉弹珠汽水。好啊，我替你买。等一下，伫门口等你。
想讲，新恩才是阿兰的亲生爸爸。啊，不过阿兰一直留存家己是良才查某囝。我常常在无闲，无时间照顾伊，一直拢是良才在陪伊。所以你迄个情人，真正把洛兰当作是亲生查某囝在疼惜。良才对阿兰真爱足好诶，甚至有一届，伊为了要救阿兰，家己脚受伤，阿兰走路都无啥方便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我有答应过良才，阿兰这世人永远拢是伊的查某囝。尤贤美应该阁毋知影。叶江文杰就是好良才，不过就算讲你已经答应伊啊，伊即马人都已经无去啊。不管伊是毋是阁活咧，这种是我对伊的承诺。我想，假使黄先生若阁活的，应该卖身体若然，还阁有一个亲生爸爸通好疼惜伊，卖真欢喜啦。不管安怎，我亏欠良才上济啊！我袂用个，阁回失去一个查某囝。这拢爱我。李先生，啊，是我找伊来啦。我想，恁两个之间应该够有许多话要讲的。啊，李太太，不管安怎讲，恁两个人之间够有查某囝，就算讲无要讲爱情，嘛够婚前。真乖，真听话，拢唔捌互我烦恼。你捌甲伊相处过啊？你应该真清楚。是啊，我阁会记头一次见到伊的时阵，我阁有落伊，我甲讲，唔管。什么人做伊的爸爸还是妈妈，都会替伊感觉骄傲。但伊想着讲，但伊想着讲着咱，伊肯定是我的亲生查某囝。梦里啊，若兰没出事的时阵，跟我参求无咩啊办呢？害你差点啊受着危险，
伊生的时阵敢有健康，敢是一个好有趣的囡仔。我怀孕的时阵心情不好，无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，所以等阿兰生下来了后，伊就常常感冒患病，一直到伊得病两回时阵，才慢慢好起来。是的，这拢爱怪我。第二我惊上小我的时阵，我无法度陪在恁身边，拢是我，是我对不起你阿哥了。李先生，这袂用怪你，这拢是命。唔，我怪我自己。若是我跟尤慧敏换一个立场，我敢有办法亲像伊同款，这么勇敢去对抗命运的创敌？我甲心爱的感情已经放到这么深啊，我实在无法度勉强我家己退让，我更加无可能放手。伊是一件代志，你早就应该跟我讲啊。伊是安怎一直拢无讲咧？不管讲还是无讲，拢会伤害真侪人，破坏真侪家庭。啊，不过玉兰，伊是我的亲生查某囝，我应该会当知影，敢毋是？你在丢丢什么呀？不要紧啦，我已经跟如今讲好势啊。伊嘛愿意，我甲就来，会当小点。这我知影，多谢李太太有甲我讲过。而且你已经甲我讲，我要安怎做好无？我嘛无希望讲，有人若是知影我是伊的亲生爸爸，会甲伊惊着。阿兰到今嘛，一直认为梁仔才是个亲生爸爸。你若是想甲伊讲这個，我唔知是唔是当接受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这人我就耐心的，我会一天一天，我也当体会到，我这做伊爸爸的，对伊的感情。拜托你。刚好一点仔时间想看卖好不好？好，我就交给你做，多谢你。如今，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董事长，董事长夫人，恁来。来呀啦！咱咧雄雄公公是发生什么代志先？哦，无啦，阮头家哦送一桌年菜啊，叫阿祖祖准备暗顿啊，啊，尾啊叫你回去食饭啦。阿兰呢？今日干嘛倒来做伙食饭？还是讲伊要加班？我拄则敲伊无食，可能你无用迄款。啊，食火锅我敲伊哦，伊是讲伊最近要过年啊，较无用，伊嘛无要倒来食。李先生，李太太，我今日跟我做伙食饭啦，会当哪食哪等，不离卡，就能看到阿兰啦。好啊，
谢你的邀请。刚刚请恁阿兄是要来跟阿兰相认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轻笑，假使说你若是搁较喜人的感情，我绝对袂帮你耍。而且不管你伫倒位，我绝对拢会甲你找出来，让你活到真艰苦，甚至让我出事在这世界上。你敢知影你家己是安怎向去？迄就是因为你受过软弱，受过无路用啊！你一定爱会记，伊即马敢骂你，后一遍伊就会打你啊！绝对唔通让任何人有伤害你的机会。查甫囡仔唔是弱者，你一定爱较勇敢的。到底变数有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要哪有可能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即马什么拢敢，什么拢唔惊，根本就无人敢欺负我。若兰，我唔是若兰，